的各位也是，就是大家过生日也过得比较那个。嗨，我回来了。啊，这个巧克力。那就是这个是一人给我念一封信啊。啊，那我再来。先从那个两位，两位开始，两位先给我。啊，我就是这样挨个走过去啊，大家。我可以先去拿我的礼物吗？哦。那你去礼物环节，那礼物环节了吗？农饮品、奶瓶。我不会这些。那我先抛砖引玉吧。当然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！你居然给我买礼物 ？OK， 可以现在拆吗？嗯，可以拆。我猜是沐浴露。好香哎。或者是润肤乳，香薰吗？我感觉很，就是那种很香。难道是香薰？我猜是那个蚊香，蚊香，很弯的那个。不行，我要听你说两句，你先说两句。啊，祝你，因为人家没有生日公宴，我要有生日宴席。啊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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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不得先给我们生日环节表演吗？你的直播呢？对啊，我没网。现在任务加一下。嗯。我怕这个网不稳固。快乐。哇，好香。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一个桂花味的蜡烛。我送他的礼物就是这个蛋糕，我超喜欢桂花，就这个蛋糕。哦，我还喜欢蜡烛，你看我那摆了很多很多。好香，哇，好香哎！我觉得它不用明火就。那好香啊！香，我已经闻到了。摆在这里，谢谢奶瓶。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我自己会再买一个给他。那好吧，是这个光的问题。好，说两句。哎，有毒性吗？我一会儿读一个。读一个。好的，好，我现在在线编中。我们亲爱的郝静怡，托托，首先先祝你生日快乐。嗯，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呢，是在中泰，那个联合公园。费玄他没有网络，现在没有 WiFi。没想到你已经从一个大美人变成了一个大帅哥。自从你变成大帅哥之后，我们好像还没有一次特别完整的合作舞台。好，一会儿帮你转告。合作舞台，费玄好像一直很认真的。希望你今年能顺利的办成你的生日公演，然后希望也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我吃那个五彩缤纷的那个吧。好，这是能吃的吗？是巧克力吗？应该是能吃的吧。那我随便切了。好，下一位林淑琴。好，这个首先我送你的礼物就是这个生日蛋糕，因为感觉比较有寓意一些。好的，就是代表我就是真的把你的生日铭记于心。2月23号，双鱼座，陕西西安人。对，这个好记忆。然后呢，这个做我们作为那个 CKG 的那个队友，然后很有缘分，到现在也做了队友。对，就是在场，就是我是认识你最久的一个人，对，也看到了你的成长，很开心能看见你现在养成的这么好。那个希望那个我们永远都做好队友。好，好，喜欢我送你的蛋糕吗？非常喜欢，我真的很。一下那个猫，我感动一下那个猫。我真的很感动，就是说你终于来给我过生日。对对对，每次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？去年只有我和小高，真的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是不是？我难受死了，是不是？林淑琴，我跟你才是好队友。不是，因为每次不知道为什么郝静怡生日的时候。我都不在上海，我真不知道，真是一种巧合，真是一种巧合。然后这次我就是，原本我在那个巴黎有一个通告，特地就是把它给取消了，来给郝静怡过生日。好了，下一个是飞行员。飞行员，这个两位说了吗？我后面什么？后面好，两位躲到最里面去了。完了呀，前面口才太好了。他会抓我吗？你简说两句没关系的。简说两句。祝。郝静怡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吉利赚到8000块，就可以10元10美元计满满。你给那个长辈五五生富，你这辈子郝静怡那个没有一辈子。郝静怡80大寿，祝郝静怡23岁生日。你给我买的不会是巧克力吧？谢谢。
你先看你的生日礼物吧，任重。哦，难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植物奶油。哦植物奶油，这个很好吃，是有寓意的。OK， 说明短暂离开的都会回到你身边，就很寓意。然后我的外面都是糖粉，完全吃不出。哦，背景音乐太大了。那个很好吃、是吧？这个蛋糕很好吃。单曲循环。那冉文送我什么？这是个盘子吗？这是个饺子盘。哇哦！我以为，饺子盘嘞。谢谢 U M 的巧克力，祝你每天都有很多巧克力吃。跟你的房间很搭，对不对？确实，绿色的饺子盘，饺子盘也是有一些寓意在的。大盘，大盘，冉薇送了个大盘。在吃饺子。哎呀，冉薇真会，我爱吃冉薇了。看看这个大东西，这里面是布丁啊，这是破壁机，是吧？冉薇送我一个绿色的破壁机，很好吃。不得不说，跟我房间真的很搭。而且你之前不是租借我们的破壁机吗？我觉得你后面肯定会经常用到的。确实，我最近特别喜欢榨都有水，有很多人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实用。帮你转告给托托生日快乐，你可以自己去他的直播间里面给他发弹幕两个。没事吧？他开他提醒大家一句，好近有开直播。哇，液体创可贴，因为我的是一个这个乐高，这个我一开始没有买的，但你最近就是老胶不过敏，然后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太简单了。然后还有一个乐高，还有一个，因为我去年送你的，还你戴了一年，所以我今年送你个新的。太甜了！天哪，送这么多礼物，你不会安慰我吗？这羡慕，不结婚很难收场。对不起，这家拍档你跟别人了。没关系，这家拍档我也会跟。没错。哎呀，我打算给大家看一看。哦，这个会收到这么多礼物吗？中。其实我写他。队友之间的礼物，会不会没有这个好？我明天就换，我明天就换。哎呀，你要吃这个吗？谁要吃这个蛋糕？我要吃，我要吃。我知道你的生日，三月二十。哎，你在心口难开。搞得像我不知道似的。你刚才说出来有一丝的，小叉子。不确定，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我还有，我又想说的，突然想起来了，突然想起来那天看了一个好像一个 CP 视频，汤臣玉，他哪个 CP？ 下辈子，就是那天，还是你刷到了，你给我看的。哎，闭嘴好了，闭嘴吧，闭嘴吧。哇，然后但是他让我想到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公演上说了一句话。哇，这怎么了？这是。怎么了？按到了吗？太阳好大，感觉像进了那个橘子。关键是不行，让你过来。啊！不要过来！天亮一定要照这个吗？被闪到了。我说，闪瞎了。然后我就看到我以前居然说过一句话，我说跟你的友谊虚实淡道。确实。对，然后我说哇，想起了，我居然说过这么一句话。然后自己都没有体会到他有多爱我，对，就真的像在永辉超市打工。然后就想说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然后里面穿了件羊毛衫，会长长久久。外面穿了件蓝的羽绒背心。没有说在永辉超市打工不好啊，就是一种很搞笑的感觉。头上扎着一个小飞，两鬓有一些落下来的小碎发。今天就是。说了一天了，就是主持了一天。哇，这猫好可爱！天哪，那你给我做它叫啥？好，它有晶晶。它是我天之柱。好，它说我 I love， 它说 love 我。小北辛苦了。悠悠们，我在这感觉不能说很多话，要不我下播了。行吧。哎，再见，我直播被飞行员给关了。可没有啊！飞行员不要关我直播。